起来，跟我走。多谢老师救命之恩。他天生虚寒，这些年也没有好好治过病。他内脏骨髓里也不知蕴积了多少阴阳气息，幸亏他遇着了机会，拜了魏光明为师，能汲取昊天神辉。怎么会这样？她本来就是个病殃殃的姑娘，结果被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主子带着她去跟夏侯打架。夏侯那么容易杀吗？他为了助你，那夜就在山崖上大放光明，瞬间就耗尽所有的昊天神辉，他体内的阴寒气息就趁机出来造反了。那可怎么办？瓦山盂兰节将起，烂柯有一苦修名为岐山，阿江会开炉会客，你们赶去瓦山，把桑桑交到小岐山手上，世间也只有小岐山能救他了。何况小岐山也是世间少有的大德，你们去一趟，不管是对着小丫头还是对你，都会有好处的。老师，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必须在小岐山洞炉前那棵树最后一片叶子落下之前，把桑桑交给岐山。我去，我马上去。切记，洞炉前最后一片落叶。是，老师。
福斯啊，你可真愿意给老岐山找麻烦。贼马便跑，看不打死呢。贼马便跑。哎哎哎，大哥大哥，那匹马是我的，他怎么了？你的啊？好，恁就敢拼命力。今天俺媳妇熬了一盆大碴子粥啊，俺都没有喝上一口，就被恁这黑货给俺吞了。恁就不怕恁烫着恁的嘴啊？嫂嫂。哎，大哥大哥，你先消消气啊，那个是我没管教好，你千万别动他，这些银子当给您赔不是。去你的吧，俺不要你啥银子，俺就看上你这黑货了。你看上这匹马了？俺看这黑货高大健硕，像是骏马，俺就寻思着是不是又对付来了。看样子您当过兵啊？东江边军燕儿西，渭城边军宁缺。呀呵，恁也是队伍上的。恁等等啊，咦呀，没想到恁也是行伍出身嘛，怪不得俺见你那么亲切呢。哎，这是恁闺女啊？啊，闺女？我媳妇儿。恁媳妇儿？咦，你小子有福了呀。你们这是出远门了？对，我们要去盂兰节。路上很远，保重吧。宁缺告辞，我们今晚就在这儿过夜吧。都说如果要是真的在一起了，可能就没那么喜欢了，至少啊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了。你这是哪儿的话？是不是小草那丫头整天闲着没事儿，净给你灌输那些乱七八糟的三姑六婆的世界观啊？嗯，可是会不会不喜欢？当然啊，不会。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打一出生就进了我们宁家的门，现在已经有16年了。我可曾腻过？你又可曾腻过？既然我们二人相看那么多年都没有腻，那自然这辈子都不会腻。就算是腻，也是腻在一起的腻。永清，嗯，你现在说话真是越来越好听了。为什么不叫少爷啊？说情话的时候啊，可不能加你少爷。可是啊，你还喜欢别的女人。哎，哪有？公主殿下。那是少年的情思懵懂，是没有方向的蠢蠢欲动。往深层了看，那大概是世间每一个穷困弟子对公主的幻想。哦，水川姐姐，那可是师父的菜，不准你如此不敬啊。说吃呢？我觉得现在风有点大，嫂嫂，我们回车里吧。嗯嗯，走，哎，走了。
有人来了。什么水准？全部洞玄境，我哥洞玄上境，还有一个一支巅峰。上车。黑货，走。好久不见，你居然还没死，叫你失望了。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趁你没死之前赶紧跟我说说，不然一会儿就没机会了。你不要想得太美，你还没有出现，我就闻到了一股腐尸的味道。去死吧！原十三剑只有十三支，等你射完，你以为你躲得过吗？玉符，您说过，玉能润物无声，也能杀人无声。今日我便要向天借玉。师父，帮帮我吧！
战斗才刚刚开始，你就把最强大的底牌给翻出来了。既然是战斗，一开始便要使用最强的手段。景字符的确强大恐怖，但终究归于寂灭。待雨停拂消，青天重现，便是你的死期。今晚你是逃不掉。哎，你好像每一次都这么说，但好像每一次最后都是我赢。你还是这么喜欢逞口舌之能啊？如果进二层楼和在荒原射你的那一箭也算是口舌之能的话，那我的确挺擅长的。那两件事情只不过让我有更强大的动力，没有你，我不会拜观主为师，更不会遇见通天丸。这么说来，我还没有谢谢你。你就这么谢我呢？观主就这么教你待人接物的吗？你们师徒二人真应该去听听我们书院曹教习讲的理。至于通天丸嘛，几年前我就吃过，我十二师兄手里一大把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天天吃，当炒豆吃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很贱呢？西陵不是说我是冥王之子，冥王之子就应该是贱贱的，才能衬托你这个光明之子的高贵。那你去当那个光明之子吧，我才是真正的冥王之子。这么差劲的头衔你都要跟我抢？行行行，那我就让给你。